小杨哥直播间带货的无骨鸡爪真的好吃吗？买回来了，脱骨侠无骨鸡爪，养精装的，花了我49.9元。以后这些明星大网红的那个直播片段咱们就不放了，因为之前拍过好几次都被他们投诉下架了，大家理解一下。今天这个产品非常厉害，49.9元的单价还卖了270万件，简直离谱。看这个销量，我都想辞职卖这个无骨鸡爪了。先看一下配料表，鸡爪、饮用水、食醋、剁椒、大蒜，配料都比较正常，没有添加剂。生产商是安徽马鞍山的，净含量2斤，里面固体物是60%，也就是600克左右。东西非常简单，就一大包。先把汤汁倒出来，看鸡爪有多重。这么多汤了吗？大部分汤汁已经去掉了，这里可能还稍微保留了一部分，没关系。看一下鸡爪多重，601，我的天，刚刚好压线。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如果我努力点，再挤一下，很有可能跌破600了。算了，手下留情，咱们给它倒出来。看着还是挺有食欲的，非常多的蒜蓉还有辣椒，随便来一个。粉丝先吃，口感很脆，酸酸辣辣的，最主要的就是那个米醋的酸味。煮的是那种刚刚熟，但是又不是特别熟的那种，偏硬，脆骨也很多，挺费牙。嚼了几个，咬肌酸痛了，特别考验你的咬合力。基本上每个鸡爪里面都有这种脆骨。如果你喜欢这种偏深一点的那个鸡爪的话，这个挺适合的。OK， 做总结，今天这个鸡爪当然味道是好的，酸酸辣辣，但是吧，分量只是勉强压线，而且口感偏硬，嚼着特别累，个人感觉不如上次我评测的那个火焰兔的鸡爪。3星半。